毛线偏移，又叫偏移后置有一个102102，这个剪得太杂了，不过不要紧，来拉长一点。偏移后置这一个33，半径33嘛哈。偏移好，后叫画圆的指令抓焦点。这一个33，好，刚好相切到了哈，这个也拉剪掉。好，这边呢比较麻烦一点，呼叫画圆的指令，这边有一个105，再来这一个，你稍微留意一下，这一个是105，要剪掉这一个哈，你可以用计算机来算算看，105剪掉。半径33，那就是66等于39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呢、就偏移复制39，旋往外。好，稍微留意一下在哪里，这个焦点是这一个跟这一个的焦点了哈。好，呼叫画圆的指令点，然后这个是105，诶，我刚刚有没有算错啊？诶，还好，没有算错齁、哦。好，删除掉，刚刚先删除掉。然后呼叫修剪的指令旋换为剪。好，刚刚先删除掉。这个删除掉，这个删除掉，呼叫画，这个删除掉，呼叫画圆的指令。小心画这个设了一个 D24。好，修剪，按一次 Enter， 好，点它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修剪，这个跟这两个。好，来，我们查一下，看有没有算错哈，有没有画错。首先，图形最高度，高度就是总高度是这边的四分圆点跟这边的四分圆点，所以直接查就好。四分圆点，记得、抓四分圆点，再抓四分圆点。好，稍微留意一下是垂直高度哦。205.280 啊、205.280 好，对，再来是弧 A 底下。弧 A 的中心点至中心点 B 的距离，弧 A 的中心点，弧 A 的中心点跟 B 的中心点距离为 163.1189， 好，对了，这个，好，再来接着下来呢，是区域一扣除面积，一是这个区域，一是这个区域哦。好，来 ，VO 点，好，点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在这边呢 ，Enter， 来，宕机，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哈。面积，呼叫面积的指令，然后输入一个 A。输入一个 O， 点它 Enter， 输入一个 S， 输入一个 O， 扣掉。好，这一题是第三题，面积，面积的话是4，扣掉面积，好，扣掉面积是14672.9551，对了哈。好，再来，弧 C 的中心点到 D 的交点，好，这个只是差距离比较好一点。C 的中心点抓圆心 ，C 的中心点到 D 这一点，好，的距离，好，这个是距离。距离的话是 193.1
0110110122，哈，是这一个哈，哈，好，再来最后一个外围的桌长，外围桌长 TR，Enter，Enter， 减掉这些不需要的哈，这个不需要，这个不需要，这个好，然后这条线删除掉，有。Enter， 好，周长哦，选它，然后输入一个 A， 哦，不用哈，直接输入 O 就好了，因为它是选周长，周长是758.2307，好，这一笔就到这边。